很好，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。明日带掌门比武，你要故意求败。故意求败？对，真正的较量，从来不在台面上。 老五学艺不精，甘拜于二师姐。五妹不必谦逊。二环，你可看得出老五今日极力隐藏剑法？难道真是无解？你我今晚一问究竟便知。